大的吗？ 别着急，叶尚胜，
Thank you.
九号下，二号上。福建评弹队提出挑战，挑战内容为球落本方界外。浙江德兴队提出挑战，挑战内容为球触对方拦网队员。球未触拦网，队员挑战失败，场上比分23比20。
下七号上。Thank you.
暂停结束。
好球！快球！快球！快球！哎呦！好球！好机会，机会！来，三位，冲死他！Two!
福建平潭队请求第二次暂停。好的，现场的各位球迷、各位观众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主场的队伍——浙江德清男子排球队。我们一起德清，德清，浙江，浙江，再一次把时间交给大家。暂停结束。福建平潭队换人，六号下，七号上。福建平潭队换人，九号下，二号上。福建平潭队换人，十七号下，二十一号上。第二局比赛结束，请双方交换场区，场上比局为2-0。
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
好的，现场的各位球迷、各位观众，我们的加油声、呐喊声，我们继续。德清，德清，我需要大家的声音更加的响亮一点。下一次，我们浙江，浙江，再来一遍，德清，德清，浙江，浙江，谢谢。再一次把时间交给你们。暂停结束。Thank you.
浙江
全场比赛结束，浙江德清队以3-0获胜。
以及河马体育、卓玛品牌、德勤文旅集团、上主山创谷、德勤。